生气，又凶又大声跟我说话。不过小峰喜欢一个人，好像也喜欢二叔啊。讲话的时候又温柔又好听的，是不是啊？二叔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感情就是好像把你心里的话全部都说出来，好不好？平常爸爸骂你，小峰没有读书。 可是我知道小峰已经尽了力了，心里很不服气，很气他，不过又不能顶嘴，是不是？对了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，把这种感觉全部说出来，好不好？爸爸最疼就是小峰了，趁爸爸还没有醒来，狠狠地骂他，把爸爸骂醒，好不好？是这样的吗？当然是这样的啦，小峰乖，现在就是你的机会，骂爸爸，要是爸爸醒过来，你就没有机会骂他的啦。啊，我们现在进去。 把你心里所不满意、所不舒服的东西都骂出来，骂给爸爸听，爸爸一听到就很生气，他生气就醒过来了，啊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小峰一定醒的，小峰乖，乖，那我们进去，大大声的骂他，把爸爸骂醒，好不好？
这些汤你拿去工厂给阿忠喝吧。阿忠？你怎么知道阿忠的？你认识他？奶奶何止知道啊，还知道你们在拍拖。哎，什么时候大忠回来介绍给奶奶认识？永琪，你生气了？你别误会，奶奶不是故意去探听你们的。阿忠打电话来找你，我也没问他什么，是他告诉我跟你在拍拖的。神经病，谁跟他拍拖啊？永琪，你不用怕难为情，怕奶奶知道。哎呀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交男朋友是应该的吗？以前奶奶像你这个年龄，已经生下你爸爸了。再说奶奶年纪都老了，我希望还没有死之前看到你嫁出去，那么我去的去的安心咯。说不定我死了你还活得好好的。呸，大吉大利，你胡说些什么啊？奶奶比你老，奶奶应该先走的。快吐口水，以后不可以胡说八道。好啊，你不要我说，那你不准再说这些话啦。好好好，奶奶不说，奶奶以后都不说。还有，我真的没有跟这个阿忠拍拖啊，他只是我的同事而已。不过他们……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你相信我还是相信他呢？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相信谁？这样才像话。我去上班啦。永琪，路上小心哦。嗯。哎，永琪。说没跟阿忠拍拖，那么你这次汤拿给谁喝的？反正这个汤不是给阿忠喝就是了。不是阿忠，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咯。阿忠，阿忠，我每次找你打麻将啊，你总是推三推四的。今晚我老婆回娘家，三缺一，你就顶上吧。哎，你别搞我了，永琪呢最讨厌要赌。没找别好，永琪，永琪，整天嘴里面只会挂着永琪，你这么怕女人，你是不是男人的？怎么样，我去了解你妒忌啊？啊，切，有什么好妒忌的？女人而已嘛，不是像换衣服一样吗？想关我，走远一点。那阿生啊就不同了，喂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哦，是啊，还把他当成是宝呢。切，哎，阿忠，说实在的，你跟永琪啊，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是不是？哎，有没有啊？你们都是大嘴巴，如果告诉你，我不是白痴吗？哎，别无聊了，我才没有你们这八卦。开工。哎，永琪，找我。啊，不摸早很深的。我奶奶做的葡萄给你喝。给我。记得趁热喝哦。你，喂，怎么看着我啊？我什么也不知道的。他干嘛对你不能有喝？他没他什么，阿明，阿明，
怎么样？他们啊，张开眼睛了，你大哥张开眼睛了。大嫂一定是高兴到哭起来了。刚才我看到大嫂哭，还以为大哥已经乌鸦嘴。大哥，当着我什么都没说过啊。韩明啊，我们在跟你讲话，你听到吗？韩明，你看到我们吗？老爸在跟你说话，你能不能说话？海明，海明啊，海明，你是没有什么反应哎。海明啊，我们在跟你讲话。喂，哎，阿玉啊，海明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担心了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他根本都不会认人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好像听不见似的。我一直叫他，一直叫他，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他根本就没有醒过来。杜太太，李先生虽然是已经醒了，但是却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一觉醒来一切都恢复正常。现实生活中脑部受过伤的病人是绝对不可能100%恢复正常的。由于他的脑部受到撞击，左脑受损，导致他失去正常的生活能力和活动技能，包括不能说话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就跟那些出生的婴儿一样，一切得从头开始训练。接下来我们会让他接受一段时期的物理治疗，我们得帮他重新学习站立、学坐、学走路，甚至学说话。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帮助他活动双脚，不然脚部的肌肉会因为血液不循环导致肌肉萎缩，那以后他就永远也不可能再走了。首先是学习站立，由于他昏迷躺得太久，突然的站立会导致血压突然降低，所以必须要很小心，确保他不会头晕。每个脑部受伤的病人康复的阶段都不同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真正的清醒过来。至于他能恢复多少记忆力，能康复多少是很难预测，也许有一天他能够一切都恢复正常，也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恢复。小峰啊，还有这张，还有这张。
大哥有反应啊！他刚才有反应了，真的。阿明，你想吓死人啊！你没做亏心事，干嘛怕被我吓？什么亏心事啊？你吃错药，没心情啊？你是兄弟的，把事情说清楚再走。你什么事情不清楚啊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就知道现在不上去打卡就要迟到，广告就要骂，我可不想被骂。你们把事情说清楚，我是不会放你上班的。你说。阿忠啊，你要说什么？好好，你说个够吧。你是不是背着我，在追我的勇气？啊？你神经病啊！我干嘛追勇气啊？就算我真的要追勇气啊，我也光明正大的去追啊。喂，那你承认了，你是在追勇气对吗？你莫名其妙啊！你说，要是你不说的话，就是心里有鬼。说什么？好了，我说了，干脆发誓了，明示暗示什么都来。我从来没有追过勇气，连想也没有想过。你说你没有追求他，那他也没有喜欢你？那你去问人家嘛。他喜欢我英俊、潇洒，口袋一大笔钞票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。他是个粗人，又不会哄女孩子，又烂赌。勇气最讨厌人家赌博的，他会喜欢我，除非他瞎了眼。你说你没有喜欢他，你干嘛买糖给他？你也知道上回我害他晕倒，现在买些糖向他道歉，你连这样也看不开？那汤呢？他干嘛拿汤给你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知道，我真的迟到了啊！哎，安生。好的，他回来我会通知他，谢谢。问啊！你们怎么啦？问啊，干嘛？不敢问了你？谁？是我不敢问。你们要问我什么？永琪啊，你老老实实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的。喂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我就走了。你真的喜欢我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的？工厂里面有这么多坐办公室的，你不喜欢他们，为什么要喜欢我？喜欢就是喜欢，没有为什么的。我记得你很讨厌我赌博的吗？是，我现在很讨厌赌博了。赌博是我的爱好，我不可能为任何人戒赌的。我知道。那你不介意？我当然介意啊，可是我也知道我是改变不了你的。你知道最好。你问完了没有？问完了。你为什么不问我啊？哼，问你什么？问我有没有喜欢你。你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比起来还挺不一样的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挺特别的。我想我会喜欢你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奶奶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我
哦，你今天迟了十分钟，我正想打电话。哦，你是？郑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怎么不记得？你是杜医生的弟弟，你叫汉生。哎呀，郑婆记真好啊！奶奶呀，汉生说你炖的汤很好喝，所以呢，我把它带回来喝汤。汤？哦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喝汤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喜欢喝汤，天天上来喝汤。只要是永琪喜欢的，我就喜欢。真不好意思，今天又不知道你来，没有什么好菜教。哥，是我这个人随便的。来，先吧，是吧？趁热趁热啊！哇，不要开玩笑啊，胸部，你这个汤真的很好喝。嗯，我能不能再来多一碗啊？可以，我帮你拿吧。哎，谢谢。说的是真心话，还是哄春佛我开心？春佛没有哄你啊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你不相信，我跟你打赌。喂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春佛的汤啊很好喝，大家都会很喜欢喝的。我最清楚的，我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饭的。什么？你三餐都在外头吃饭？你家里不煮饭吗？你也知道我大哥啊，在医院经常值夜班，我妹妹是空姐，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我呢？哎呀，哪像你们这样能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呢？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，怎么像个家啊？哦，奶奶，汉生的家里人多嘛，哪像我跟你呢，时间容易配合嘛。哎呀，时间是人定出来的嘛。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，不过我们大家都习惯了。有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饭，反而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以前永琪没有做工，我们一起吃饭很容易。不过就算现在我轮夜班值为，永琪也一定会等我吃饭的。是啊，白天呢我跟奶奶各自在外面工作，没办法，所以呢就一起吃晚餐才有机会聚在一起。晚点吃有什么关系吗？哦，是，奶奶不是全都听你的，你说几点吃饭，奶奶就几点吃饭，听我的才对嘛。对，全都是你对，行了吧？奶奶吃菜吧。汉生吃饭，来。大嫂。喂，汉生。哎，美人。我看你大嫂出去吃饭了吧？是吧？大哥啊，喂，我今天特地带了我的女朋友来给你看啊，她的人很漂亮的，你一定是很惊讶，为什么我的女朋友这么漂亮吗？干嘛站在那边啊？给我大哥看清楚啊！哎，大哥，他就是赵永琪啊，怎么样？他人很漂亮嘛？哎，汉生，你看，你大哥的眼珠在动哎！大哥，你看到我了啊？真的在动？是不是啊？你回答我啊！大哥，大嫂，大哥眼珠动了一下，真的。知道，早上的眼珠就已经在动了。哦，他眼珠动，表示他有反应啊，是好事嘛啊！一定是你带来的好运啊！你一来，我大哥就有进步了。哦，忘了介绍，他是赵永琪，他是我大嫂。大嫂你好。早上到现在，汉明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见我们了。大傻，你也别太心急了，医生也说要慢慢来的啊。其实杜医生他已经进步得很快了，你们一定要信心，继续努力，杜医生他一定会完全复原的。谢谢你。我相信大哥。也不想看到你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我相信他很快就会醒过来的。
大哥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，就好像刚才严叔动了一动，我们全家人都会替他高兴半天的。不过后来还是老样子，动也不动，躺在床上。其实这次最难受的还是我大嫂，也很难怪她的。我看你跟大哥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哼，跟人家说我们俩是兄弟，也没有人相信。他是个大医生，我是个粗人，两兄弟碰到面说的话也不超过三句。他向来都看我不顺眼，说不长进，没什么出息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活到一天就好像捡到一天一样。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就像我大哥前途无量的一个大医生，我们的一生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哎，我记得我看过一本小说啊，小说中的男主角呢就像你大哥一样，遇到意外呢就昏迷不醒的。后来啊，他的家人呢就用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来刺激他的感觉，最后男主角就醒过来了。那些是小说，演戏都是假的，笨蛋。医生都说过脑部受伤不会这么容易恢复正常的。不可能的，那本小说写的是真人真事，应该是会骗人吧。真人真事，刺激性的东西。嗯哼。没事啊。哦，你要去看你大哥啊？哦，我今天有点事，我不去了。你们几点会过去看大哥？中午我们去过了，晚上有空的话会再去的。不如你们留在家里休息好了，爬上爬下很辛苦的，反正中午刚去过嘛啊。哎，大哥那边有什么进展，我会立刻打电话通知你们的。哎，汉生，你刚才不是说不去医院了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我晚一点会过去探大哥，所以你们不用去了。再说了，哎呀，医院那边有我，你们放心吧。哎，爸，记得不用赶过去看大哥。大嫂。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对不起，大嫂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回家了。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哎，你看你，要不要回家洗个澡，换件衣服？啊，小凤在家，你回去陪陪她吧。汉生呢？你有没有空先帮我看查明？我有点事想出去一下。哦，我今天有空，你去吧。谢你啊。我很快就回来的。别急着回来嘛，我真的有空。去吧，谢你啊。
他们说啊，这个方式很管用的，刺激到你啊，就马上醒过来的。你秀啊！快点再讲。Compose the music of the night. Slowly, gently, light unfurls its splendor. Sensed, trembling, and tender. Hearing is believing. Music. Deceiving, 我已经把所有的法宝都使出来了，你再没有反应啊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啊，大哥！你是没办法，秀啊，这个够刺激的，大哥你秀啊，秀啊！给我点反应好不好，大哥？给我点反应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就有反应了啊！给我刺激吧！啊，大哥，你笑不笑啊？喂，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快点把这个给我拿走！我不跟你多说，我不拿走啊！这里是医院，你不可能来的。我这样做的话，会影响到其他病人的。苏磊是这么教的，我一定要试试的。这东西根本没有科学根据，医院没有办法，你快点把先生给我拿走！不要管我！你给我点反应！我就是为了他，那你先走，他先走啊！大哥，给我点反应，谢谢啊，大哥！走啊！护士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的。你小声点好不好？这是医院啊。又是你说这些方法有用的，用什么刺激性的东西刺激他，他就有感觉的嘛？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，流了多少眼泪，准备那些大葱蒜头的吗？啊，切！那香水啊，呛到我鼻子都麻木了，最后还不是一样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那。我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，大不了不看音乐，这样就不会查到别人。我现在就去。喂，不要拉我了。之前呢，我是从书上看到的，刚才护士不是说没有科学的根据吗？你就别试了，医生跟护士呢是不会答应的。管他答不答应，科不科学，现在不能放弃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你懂不懂啊？小声点啊。喂，你在胡说什身体不舒服啊？嗯，没有啊。要照顾身体啊，阿姨。哦，我玉阿姨，你回来了。这是黄医生，是汉民同事，来看汉民的。你好。你好，院长叫我代表医院来看杜医生，同事们对他是啊都感到很惋惜。院长的意思是，杜医生在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，所以就让他好好的休养。至于杜医生的工作嘛，基于医院的政策，院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，只好暂停他的职务。这一点，院长都感到很惋惜，希望你们能够体谅。无可奈何，惋惜，体谅，我说是炒鱿鱼啊！哦，你们千万可别误会，院长根本就没有意思要解雇杜医生，只要杜医生一复原，院方啊随时欢迎他回来复职的。现在还不算是解雇，难道是退休啊？再说了，哦，我有事情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全都是废话，还不是怕大哥赖在家里白拿这里的薪水嘛？明知道大哥是男女攀附的。喂，你说够了没有？有说错话。
化名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你这个消息。我怀孕已经有两个月了，如果你没出事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可是现在当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只是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给小峰添个伴，现在愿望终于可以实现，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情况呢？这个孩子来的真的不是时候。房里的人吗？你认不认得他们呢？他们都是你的家人，你阿姨，你儿子，你弟弟，你爸爸，还有这个就是你太太。是你太太，你认得她吗？阿明，我是文玉。阿明，我是文玉，你是不是已经记得我了？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这里，听到吗？看这边，海明，这边，对，很好，慢慢来，这边，海明。再左多点，对。海明，转过来，这边，看，来，你拿我的沙包，来，拿这个沙包，丢进前面的篮子，对，慢慢来，对，拿这个沙包，丢进前面的篮子，慢慢来，用点力，慢慢来，很好，慢慢来，来，转刺，小心背，转刺。左次，嗯，好，左次。哎，左次。杜太太，你就用这面镜子纠正他的坐姿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阿明，你坐直啊。杯子是用来喝水的，把它拿起来喝水啊。对了，很好，好，很好，好，现在把杯子放下，放下来，放下。对了，很好。现在桌子上有三样东西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样是杯子？这是什么形状？这是圆的。对了，再看一下，这个也不对。再看这个，四方，八角形，对吗？啊，你就放进去了，在这里。OK。对，对，来，来来，哎，坐直。上厕所，很快就回来啊！爱过的人显得坚强。